漂亮了吧，大表姐，这牌子好适合你啊！啊，对不对？我从来没穿成这样过，有点不太自在。你喜欢吗？嗯，喜欢。你喜欢吗？好看。喜欢那就对了，还不是某人给我提的要求，可挑剔了。哎，等等啊！ 您给吧，艾米送你的。什么呀？迪奥花蜜系列护肤品最适合大表姐这样的仙女。这么高级，我这怎么？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？反正又不是我花钱，还不是有些人自己不好意思送，只有找我代购跑跑腿喽。 哎，不过大表姐，你这一身啊，这些鞋啊、包啊、衣服什么的，都是她给我提的要求，包括妆容、发饰，把我折腾坏了。要不然你美，这种客户我才不接。谢谢了，这么用心。兄弟之间不言谢啊，没事，不客气。那也得谢，真好看。 会不会太隆重了？不隆重，这件衣服刚刚好，又简单又高级，特别符合你的气质。你平时就应该这么穿，对吧？你不这么穿，对不起你这身材的脸蛋儿，是吧？今天你就放心啊，放心走。我跟你说啊，今天可是婚礼，是我好朋友的婚礼，听见没有？你不提醒我，我以为咱俩婚礼。别没正经的。 你不许干任何出格的事儿，知道吗？放心吧，我什么时候干过出格的事儿？我这么正经一个人。得了吧，我就是不放心。放心吧，我去。哎，给红包。哎，你的名字？这儿也没有你的名字，要不然咱们就回去吧。你不是想见一面吗？坐。 你是朱什么来着？大鹏。哦，哎呀，哎呀，好久不见啊！哎，你说啊，现在要不是什么婚礼啊，或者是孩子满月酒的话，都见不到你人。还有葬礼可以啊，前不久刚参加了一个葬礼，好多年不见的老同学都见着了。邓小溪，对吧？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太太，我们刚登完记，她叫李雪梅。 你好，哎，十一，十一，十一，这女朋友，十一，怎么着？有日子没见，竟然麻雀变凤凰了？没有，还是麻雀。就算是麻雀，也是夜转基因麻雀。对对对，群众的眼光是雪亮的，真好看。这就是老黄瓜刷绿漆。 差远了，好吧，我们要不回去吧？坐，一会儿近距离观看。越来越好，我们就放心了。我们大家真的都特别替你高兴。是啊，知道的呀，是十一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哪个大明星呢。<笑>就是，别那么夸张了。哎，这位新朋友是。 我是侯爵，我是十一的朋友，陪伴他度过了无数个日日夜夜。帅哥，够意思！咱们十一今天身边必须得有人，是不是？必须的。哎，别光站着聊，赶紧坐起来。对对对，来来来。
帅哥，本来你有座位的，不知道被谁给占了。哎，哎，怎么是你啊？哎，你不是那个吗？你认识啊？不认识。没事，我找个凳子去。哎，十一，你这个男朋友很绅士哦。我朋友，来坐嘛。哎， 来来来，加个三儿。这段时间，十一啊，没露本呐。安琪，你怎么也在啊？就是这么巧，哟，郝总，好久不见啊。你跟莎莎一直有联系？我跟莎莎没联系，但是我跟她老公合作过。后来我收了她老公的请帖，我还以为是重名呢，没想到就是我们同学。 是吗？是，哎呦，这真巧，这人生啊！十一，十一，你还记得那边那个燕子吗？跟小时候跟你同桌最好的那个啊？走，他现在找你呢，我们一起合个影。不是你，哎，兰总，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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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聊会儿，聊会儿，来，坐会儿看看。咱聊聊工作，聊聊生活，聊聊。你不想走吧？哎呀，不会的，我怎么可能把你丢下呢？啊，一会儿就回来。好久不见，你别想我呀。 还喝点什么？这样，侯总，我还有事，我先失陪了。哎，我送送你，送送你。不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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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送送你。不用。一，我去厕所。去看看，走，一起看看。看看，你要看什么？今天很漂亮，谢谢。我先过去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来，我跟你说，我们刚才在里边开了一个 party， 主题是五十亿的前男友，各顶各的，一表人才。